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Number 2008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目录卷首序暂各一边经行由第一波者第二疑问第三定慧第四坐禅第五忏悔第六机缘第七顿见第八宣召第九副主第十副主缘起外祭历朝崇奉事机四是大建禅师碑大建禅师碑佛一名 Page.345.3 答目录中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续古云比丘得意转妙道虚玄不可思议妄言得止端可悟明故世尊分坐于多子塔前年华于灵山会上四火与火以心应清西传四七至菩提达摩东来此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有可大师者守于檐下勿入末上三拜得随受一少祖开阐正宗三传而至黄梅会中高僧七拜为傅冲居士仪继传一为六代祖南顿时余年一旦以非风翻动之机楚开应宗正眼居士由是住法灯坛因拔陀螺旋起开东山法门为使君命海禅者入其语目之曰法宝坛经大师是于武阳中至曹溪书法37年沾沾入位入圣超凡者莫记其属悟佛心宗行解相因为大知识者名在传灯为南岳清源执事最久尽得五八故出马祖石头机智人名玄风大阵乃有灵济归养曹洞云门法眼珠功为然而出道德超群门庭显峻气鼻英灵纳子奋志冲冠一门深入五派红源力片无垂规模广大缘起五家纲要进出坛经普坛经者焉见一封李明是非具足诸佛无量法门一一法门具足无量妙意一一妙意发挥诸佛无量妙笔即弥勒楼阁中及五前茅孔中善入者即同善财于一念间圆满功 Page.346.1 得于五前等与诸佛等起呼盘经为后人劫略太多不见六祖大全之是得意幼年常见古本自号片求30余载尽得通上人寻道全文遂堪于无中修修禅安与诸圣士同一受用为愿开卷据木直入大圆觉海许佛祖慧命无穷思于志愿满意志愿27年庚寅岁中春日序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赞颂明教大师气松传赞者告也发心而普告也
盘经者，智人之所以宣其心，也智人为六祖篇内同和心邪佛所传之妙清也。大哉心乎姿是变化而清净常若凡然圣然悠然显然无所处而不自得之，圣言乎明，凡言乎美，美也者变也，明也者复也，变复虽殊而妙心意也。是释迦闻佛以是而传之大归是，大归是相传之三十三世者，传诸大建六祖是好大建禅师，大建传之而易传也。说之者意义多端，不有明弘而实义者也，不有意多而心意者也。曰血肉心者，曰人力心者，曰集体心者，曰坚持心者，若心所知心亦多也，是所谓明弘而实义者也。曰真如心者，曰生灭心者，曰三道心者，曰菩提心者，诸修多夺其类似者，再不可生数，是所谓以多而心意者也。意有觉意，有不觉意，心有真心，有妄心，皆所以别其正心也。方寒经之所谓心者，意义之觉意，心之实心也。起者圣人之将引也，乃命乎归。 Page 346.2 是教外以传法之要义，其人智而忘返，故欲后世者提本而正末也。故涅盘曰：我有无上正法，悉以覆主魔和迦摄矣。天之道存乎易，地之道存乎简，圣人之道存乎要，要也者至妙之谓也。圣人之道以要，则为法界门之枢机，为无量义之所会，为大圣之追轮。法华岂不曰当知是妙法诸佛之密要，华严岂不曰以少方便即成菩提，要乎其于圣人之道，利而大矣哉。是不盘经之宗尊其心要也，心乎若明若明，若空若灵，若即若心，有物乎无物乎谓之一物，不泥于万物，谓之万物不统于一物，一物有万物也，万物有一物也，此谓可思议也，即其不可思也，不可议也，天下谓之玄解，谓之神会，谓之绝代，谓之末体，谓之明通，一皆离之浅之，浅之又浅，亦无能治之为。其果然独得与夫至人之相似者，孰能量乎推而广之，则无往不可也，判而裁之，则无所不当也。失于正性，则所见至清；失于修心，则所意至正；失于崇德辩惑，则真妄易显；失于出世，则佛道速成；失于旧世，则尘劳易歇。
此坛经之宗，所以旁行天下而不厌，必为己心及佛。现者何其不知量也，一则追探地而浅彼，以屋漏窥天而小天，岂天地之人邪然，百家者之既构胜之弗如也，而至人通而贯之，合乎群经，断可见彼。至人变而通之，非欲明子不可测也。不其显说之有伦有义，逆说之无首无尾。天机利者得其深，天机钝者得其浅。可以乎可以乎不得以况之，则人钝教也，最上圣也，如来之清净禅也，菩萨藏之正宗。 Page 346.3 也。论者谓之玄学，不亦详乎天下谓之宗门，不亦疑乎坛经曰定会为本者，去道之始也。定也者定也，会也者明也，明以观之，静以安之，安其心何以体心也，观其道何以与道也。一行三内者法界一相之谓也，谓万善虽殊皆正于一行者也，无相为体者尊大界也，无念为宗者尊大定也，无住为本者尊大慧也。普界定慧者三圣之达道也，普妙心者界定慧之大资也。一以妙心而统乎三法，不曰大也。无相界者界其必正觉也。四弘愿者愿度度苦也，愿断断其也，愿学学道也，愿成成即灭也。灭无所灭，故无所不断也，道无所道，故无所不度也。无相称者称非所称也。三归界者归其义也，义也者三宝之所以出也，说摩诃般若者为其心之至中也，般若也者圣人之方便也，圣人之道智也，故能及之明之全之实之，天下以其极可以泯众恶也，天下以其明可以及众善也，天下以其权可以大有为也，天下以其实可以大无为也。至己哉，般若也，圣人之道，非夫般若不明也不成也，天下之物，非夫般若不疑也不当也。至人之为一波者正，不亦远乎我法为上上根人说者疑之也。轻物重用则不生，大方小守则过也。从来莫传奔赴者逆说之谓也，逆也者非不言而安正也，真而逆之也。不解此法而折谤毁，为百劫先生断佛种性者，防天下亡其心也。为乎坛经之作也，其本正其小，其因真其果，不谬前圣也后圣也，如此岂知
之，如此是之，如此复之。浩然佩呼若 Page.347.1 大川之柱也，若虚空之空也，若日月之明也，若形影之无碍也，若鸿渐之有序也。妙而得之之谓本，推而用之之谓，以其非始者始之之谓因，以其非成者成之之谓果。果不以乎因，谓之正果也；因不以乎果，谓之正因也。必不乎本，谓之道用也；本必不乎，谓之大圣也。成也者，圣人之与道也；用也者，圣人之起教也。辅圣人之道，莫至乎心；圣人之教，莫至乎修。表神入道，莫至乎一相止观；鬼善成德，莫至乎一行三昧；知一切解，莫至乎无相；正一切定，莫至乎无念；通一切止，莫至乎无住；生善灭恶，莫至乎无相界；笃道推德，莫至乎四宏愿；善观过，莫至乎无相忏；正所取，莫至乎三归戒；正大体才大用，莫至乎大波者；发大性悟大道，莫至乎大智；天下之穷理尽性，莫至乎莫传；欲心无果，莫善乎不放；定慧为始道之基也，一行三美德之端也，无念之宗，解脱之谓也，无住之本，波者之谓也，无相之体，法身之谓也，无相界，界之罪也，四宏愿，愿之极也，无相忏，忏之至也，三归戒，真所归也，摩诃智慧，圣凡之道半也。为上上真人说，直说也，莫传传之至也，戒谤戒之当言。辅妙心者，非修所成也，非正所明也，但成也，但明也。以迷明者复明，所以正也；以被成者复成，所以修也。以非修而修之，故曰正修也；以非明而明之，故曰正正也。至人黯然不见其威仪，而成德为行矮如也；至人颓然若无所持，而道浅于天下也。盖以正修而修之也，以正正而正之也。于此乃曰往修往正往。Page.347.2 因忘果，川造从所尽为其说，妙乎至人之意焉。一放戒定慧而必趋乎混茫之空，则无谓如之何也。甚乎寒赤逆心而服事，是与业相成寻诸想，而未是其也。相之行之，人与物偕生，纷然乎天地之间。可胜数邪得其行于人者，
故万万之一耳。人而能觉己其先以圣人怀此，虽以多一发之，而天下有所不明者也。圣人就此，虽以多方治之，而天下有所不省者也。贤者以治乱，不教者以愚庸。平平之人以不计昏，及其感悟而发，喜之怒之哀之乐之，亦必者万端爱然。若夜行而不知所至，其重于圣人之言，则计之国之。若蒙悟而忘远，未有也，未无也，未非有也，未非无也，未已有也，未亦无也，以不见而必不，终身而不得其审焉。海所以在水也，鱼龙此生在海而不见乎水。道所以在心也，其人终日说道而不见乎心。非夫心不为妙悠远，难领难凑，其如此也已。圣人既隐，天下百世虽以书传，而莫得其名远，不谈经之宗旨，乃直视其心。而天下方知其正乎性命也。若排云雾而断见太清，若登泰山而所视阔如也。王是以方乎世书曰，其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斯言尽之矣。涅槃曰，始从鹿也远，终至拔皮和，中间五十年未曾说一字者，是法非文字也，妨以文字而求其所谓也。曰，依法不依人者，依法真而人假也。曰，依义否依愚者，亦一时而愚假也。曰，依智而不依事者，以智智而是妄也。曰，依了易经不依不了易经者，依了易经尽力也。而菩萨所谓即是宣说大涅槃者。 Page 347.3 为自说与惊鸿也。圣人所谓四人出世即四一也，护持正法应当正知者，应当正知不至人推本以正其末也。自说与惊鸿不至人说经如经也。一一一了一经不至人显说而何意也何经也。依法依智故，智人逆说便知通知而不苟智也。是法非文字故，智人之宗上乎莫传也。圣人如春桃桃而发之也，智人如修灼灼而成之也。圣人命之而智人效之也，智人不圣人之门之其德书者也。夫智人者，实起于为，自谓不是世俗文字，即其成智也，方以习之说而浅道就是。欲乎大圣人之云为者，若何福气也。故其玄德圣智生而知之，将自表其法而是其不是乎末，待四百
百年，伐流四海而不及，帝王者圣贤者，更三十只求其道而已尽，非至乎大圣人之所至，天且厌之久矣，吾能若此也。欲不起尽其道，信闻蒙云海亦欲其伟，敢起手不知一一后学者也。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风帆报恩光孝禅寺住持四祖比丘宗宝殿行游第一时，大师至宝林，稍周围刺史宁渠与官僚入山请师，出于城中大梵寺讲堂为众开元说法，师生作此四史官僚三十余人，如宗学士三十余人，僧尼道俗一千余人，同时作笔愿闻法要。大师告众曰：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执了成佛，善知识且听。 Page.348.1 慧能行由得法是义，慧能言辅本贯范阳，作降流于岭南，作荆州百姓，此生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疑，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是卖柴。时有一客买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取未能得钱，出门外见一客诵经，慧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复问从何所来，使此经典，客云我从齐州黄梅县东禅寺来，其四事物足忍大师在彼主话，门人一千有余，我到底中礼拜听受此经，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检性知了成佛，慧能闻说修习有缘，乃蒙一刻去迎食粮与慧能，令充老母衣粮，叫便往黄梅参礼物祖，慧能安置母婢，即便辞回，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物祖。祖问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慧能对曰：弟子是岭南荆州百姓，愿来礼师，唯求作佛，不求于物。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僚，若未堪作佛。慧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僚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物祖更语于语，且见徒众总在左右，乃令随众作物。慧能曰：慧能起和尚，弟子自清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为审和尚叫做和物祖云：这僚根性大，比汝更勿言，着草场去。慧能退至后院，有一行者差慧能破柴他对。今八月余，祖一日忽见慧能曰：无私汝之见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言。
汝知之否会能曰弟子亦知师矣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觉祖一日缓诸门人走来吾向汝说是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 page.348.2 求出离生死苦海自信若泥符合可教汝等恶趣自看智慧须自本心波者之性各作一体来成无看若悟大义复汝依法为第六拜祖火积素去不得迟滞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虚简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欲立根者重得处分退而必相谓曰我等众人不须诚心用意作己将成何上有何所益神教上座现为教授师必是他得我被慢作记诵妄用心力与人闻语总皆其心闲言我等以后依止秀师何凡作记神秀思为诸人不成记者为我与他为教授师我须作记将成和尚若不成记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我成记忆求法即善密祖即恶同凡心夺其圣位惜别若不成记终不得法大难大难勿阻堂前有不狼三间你请供奉如真化愣且经变相即物足且莫图流传供养神教作继承义数度欲成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你成不得前后经四日一十三步成绩不得秀乃思为不如向狼下书着从他和尚看见忽若道好即出礼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往向山中数年受人礼拜更修和道事业三更不取人之自执登书记于南郎壁间诚心所见记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秀书记了便归房人总不知秀父思为吾祖明日见记欢喜即我与法有人若言不堪自是我迷秀业障重不合得法圣以难测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勿更足以知神教入 page.348.3 门未得不见自性天明祖患不共奉白向南郎壁间绘画图香忽见奇迹报言共奉不用画劳管远来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留此迹与人诵持依此迹修免堕恶道依此计修有大利益令门人住香礼敬敬诵此计即得见性
门人送祭，兼判善哉。祖三更唤教入堂，问曰：“祭是汝作否？”秀言：“时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奉祖曰：“汝作此祭，未见本性，至道门外，未入门内。如此见解，觅无上菩提乐不可得。”无上菩提，须得言下世子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性，万法无智，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两日思维，更作一计，将来无看。汝计若汝得门，复汝依法，神教作礼而出。又经数日，作计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犹如梦中，行坐不乐。复两日，有一童子于对方过，唱诵其计，未能一闻，便知此计未见本性，自己未蒙教授，早是大意。遂问童子曰：“诵者何计？”童子曰：“尔这了不知。大师言是人生死是大，欲得传复一法，令门人作起来看。若悟大义，即复一法为第六祖。”神教上座，云南郎地上书无相继，大师令人皆诵，依此计修，免堕恶道。依此计修有大利益，未能曰一本有我亦要诵此，劫来生缘上人我此怕对。八个余月未曾行道堂前，望上人引至祭前礼拜，童子引至祭前礼拜，未能曰未能，不是子，请上人为读。时有江州别驾，姓张名日用，便高声读，慧能闻已，遂言 page.349.1 亦有一记望别驾为书，别驾言汝亦作记其事稀有，慧能向别驾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别驾言汝但诵记，无畏汝书，汝若得法，谦虚度无，勿忘此言。慧能记曰：“菩提本无数，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书此记已，除众总经，无不皆讶，各相未言其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祖见众人惊怪，恐人损害，遂将鞋擦了，己曰：“亦未见性。”众亦为然。次日，祖前至对方，见能优时聪明，欲曰：“求道之人，为法妄虚，当如是乎？”乃问曰：“你熟也？”未会能曰：“你熟就矣。”
由欠筛载，足以杖皮对三下而去。会能及会阻以三不入室，足以夹纱遮围，不令人见。未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伤其心。会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起阻言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阻之物本性，谓慧能曰不是本心，学早无已。若是子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三更受法，人竟不知，便传顿教其一，云汝为第六代祖，善自护念，广度有情，留不将来，无令断绝。今无忌曰有情来下种，因地火还生，无情即无种，无庆亦无生。祖父曰提达摩大师出来此处，人谓之醒，不传此一，亦为性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 Page.349.2 兼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为传本体，师师逆复本心，一为争端，直汝悟传。若传此一，宁如玄丝，汝须速取，恐人害汝。慧能起曰：向沈处续祖云，逢怀则止，遇慧则葬。慧能三更领得一，云能本是南中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物祖言汝不须忧，无自送汝。祖相送直至九江矣。祖令上船，勿足打自摇。慧能言请和上座，弟子和摇。祖云何事无度汝。慧能云迷时失度，勿乐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慧能生在边方，语音不正，蒙痴传法，今已得悟，只何自信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后佛法有汝大行。汝续三年，无方世事。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诉说佛法难起。慧能辞为祖以发足难行。两月中间，至大雨临悟祖归，数日不上堂。众疑，亦问曰和尚少病少恼否，曰病即无，依法亦难矣。问谁人传授曰能者得之，众乃之焉。主后数百人来欲夺一。一僧俗姓陈名慧明，先是四品将军，性行早，即意参寻，为众人先趁机慧能。慧能直下一于石上，云此一表性，可力争也能迎曹莽中。慧明至提夺不动，乃唤云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一来。慧能遂出坐磐石上，慧明坐礼云
忘情者为我说法，慧能云汝既为法而来，可停其诸缘，勿生一念，无为汝说。明良久，慧能云不思善，不思恶，正与末时，那个是您上座本来面目，会名言下大悟。复问云：上来密与密意外，还更要密意否？会能云与汝说者，即非密也。汝若反照，密在汝边。名曰会名，虽在黄梅，实未省自己面目。今蒙解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 page.349.3 慧明师也。慧能曰：汝若如是，吾与汝同师黄梅，擅自护持。您又问慧明今后向甚处去，慧能曰：逢缘则止，遇蒙则居。您以此名回至岭下，未称重曰：向至崔为竟无踪迹，当别道寻之。称重贤亦为然。慧明后改道名，必师上字。慧能后至曹溪，又被恶人寻逐，难于自会，亦难猎人最终。凡经一十五载，时与猎人随宜说法，猎人常令守望，每见生命尽放之。每至饭时，依菜即煮肉锅，或问则对曰：但吃肉边菜，一日思维时当弘法，不可中断。遂出至广州法性寺，执印宗法师讲涅盘经，时有风吹翻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翻动。议论不已。慧能静曰：不是风动，不是翻动，仁者心动。一众泰然。印宗言至赏析，争节奥义，见慧能言简历当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并非常人，久闻黄梅依法难来，莫是行者否？慧能曰：不敢。宗于是作礼，告请传来依出示大众。宗复问曰：黄梅副主如何？只受慧能曰：只受疾无为论见请，不论禅定解脱。宗曰：何不论禅定解脱？能曰：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问：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慧能曰：法师讲涅盘经，名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犯四重境，作五逆罪，即意产提等，当断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义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义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运之语解：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印宗文说欢喜合掌言：某甲讲经犹如法理，仁者论义犹如真经。
于是未会能替。page.350.1 法愿是为师，未能遂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未能于东山得法，辛苦受尽，命似悬丝。今日得御史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会，莫非类劫之缘？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同种善根，方是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因。教是先圣所传，不是慧能自止。愿闻先圣教者，各令静心，闻了各自除疑，如天代圣人无别。一众闻法，欢喜作礼而退。波者第二次日，为师君请意。师生所告大众曰：总净心念摩诃波者陀罗蜜多。复云善知是菩提波者之智，是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须加大善知识是导戒性。当知于人至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余有止。吾今未说摩诃波者陀罗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至心谛听吾为汝说，善知识是人终日口念波者，不是自性波者，犹如说时不饱，口但说空，万劫不得见性，终无有益。善知识摩诃波者陀罗蜜是梵语，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须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否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何名摩诃？摩诃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亦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诸佛刹土尽同虚空。是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善知识莫闻无说空，便即着空，必应莫着空。若空心静坐，即着无际空。善知识是解虚空，能含万物所想，日月星宿山河。 page.350.2 大抵全元七见，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是人性空，亦复如是。善知识自性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若见一切人物之与善，尽皆不取不舍亦不染着，心如虚空，名之为大，不曰摩诃。善知识迷人口说，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静坐，百无所思，自称为大。此一被人不可欲语，为邪见故。善知识心量广大，遍周法
解用即了了分明，应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续来自由，清体不滞，即是般若。善知是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莫错用以名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若终日说空，心中不修此行，下四凡人自称佛王，终不可得，非吾弟子。善知识和名般若波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处所，一切时中，念念不渝，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于即般若觉，一念至即般若生。是人于你不见般若，口说般若，心中常于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说空，不是真空。般若无形象，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何名波罗蜜？此是希伯语。唐言到彼岸，解义离生灭，所净生灭起，如水有波浪，即名为此岸。离尽无生灭，如水常通流，即名为彼岸，故号波罗蜜。善知是迷人口念，当念之时，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是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浊净即烦恼，后念离净即菩提。善知 page 350.3 是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最第一，无住无往亦无来，三是诸佛从中出。当用大智慧，大破五蕴烦恼尘劳，如此修行，并成佛道，便三毒畏戒定慧。善知是我此法门，从一波者生八万四千智慧。何以故为是人有八万四千尘劳？若无尘劳，智慧常现，不离自性。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意无着，不起狂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善知识若欲入甚深法界，即般若三昧者，须修般若行，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边，经中分明赞叹，莫能具说。此法门是最上圣为大智人说，为上根人说，小根小智人闻心生不信，何以不譬如大龙下雨于阎浮提，成一聚落，西皆漂流如漂藻也。若遇大海，不增不减。若大圣人，若最上圣人，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
不知本性自有波折之志，自用智慧，常观照顾，不假文字。譬如遇水，不从天有缘是龙能性质，令一切众生、一切草木有情无情，七皆蒙润，百川众流入大海，合为一体。众生本性波折之智，亦复如是。善知是小根之人，文字顿脚，犹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七皆自倒，不能增长。小根之人亦复如是。原有波折之智，与大智人更无差别。因何闻法不自开悟，缘邪见障众烦恼根深，犹如大云覆盖于日，不得风吹，日光不遣。波折之智亦无大小，为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见，修行觅佛，为悟自性，即至小根。若开悟顿脚，不能外修，但于自心常起正见，烦恼尘劳常补。Page.351.1 能染即世界性，善知识内外不住，续来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能修此行，与波折经本无差别。善知是一切修多多及诸文字，大小二圣，十二部经，皆因人智，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无是人，一切万法本自不有，不知万法本自人心。一切经书因人说有，缘起人中有愚有智，愚为小人，智为大人。愚者问于智人，智者与愚人说法。愚人忽然悟解心开，即与智人无别。善知是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不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菩萨解经云，我本源自性清净，若是自心见性，皆成佛道。净明经云，即时果然还得本心。善知是我与人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是以将此教法流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各自观心，自见本性。若自不悟，须觅大善知是解最上圣法者，直是正路。是善知是有大因缘，所谓化导令得见性。一切善法因善知是能发起步。三是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需求善知识只是方便。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执未须他善知识方得解脱者，无有是处。何以故自心内有知识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颠倒，外善知识虽有教授，就不可得。若起正真波折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
若是自请一物即至佛地，善知识智慧观照内外明彻，是自本心。若是本心，即本解脱。若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即是无念。可名无念，若见一切法，心否染着，是谓无念。用即遍一切处，亦不着一切处。但净本心，十六。page.351.2 是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若百物不思，当令念觉，即是法福，即名边见。善知是物无念法者，万法尽通。物无念法者，见诸佛境界。物无念法者，至佛地位。善知是后代得无法者，将此顿教法门，与同见同行，发愿受持。如是佛不终身而不退者，定入圣位。然须传授从上以来莫传吩咐，不得逆其正法。若不同见同行，在别法中不得传咐。逢彼前人究竟无益，恐于人不解，谤此法门，百劫天生，断佛种性。善知是无有义不相送，各须送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为既无言，亦无有义。听无总曰说通即心通，如欲处虚空，为传见性法，出世破邪宗。法即无顿见，迷悟有时即指此见性门，与人不可惜。说即虽万般合理还归一，烦恼安宅中，常居生悔日。邪来烦恼止，正来烦恼除，邪正聚不用，清净至无余。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静心在妄中，但正无三障。是人若修道，一切境不妨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色累自有道，各不相方恼，离道别逆道，终身不见道。脱脱不一生，到头还自傲，欲得见真道，行正即是道。page.351.3 自若无道心，安行不见道。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若见他人非，自非是左，他非我否非，我非自有我。但自非心，大除烦恼破，增爱不关心，长身两握。欲你化他人，自须有方便，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性显。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迷是觅菩提，恰如求护脚。正见明出世，邪见是世间，邪正尽打，菩提性宛然。此诵持顿教，一名大法传弥文经类节，悟则刹摩间。师父曰：经于大梵寺说此顿教，
不愿法界众生，言下见性成佛。实为使君与官僚道俗闻师所说，无不请悟。依时作礼，兼判善哉和其岭南有佛出世一问第三一日，为次使为师设大会斋，斋气次使请师生坐，同官僚士庶肃容再拜。问曰：弟子闻和尚说法，实不可思议，今有少疑，愿大慈悲特为解说。师曰：有疑即问，吾当未说。为公曰：和尚所说，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乎？师曰：是。公曰：弟子闻达摩出化梁五帝，帝问云：朕一生造四度僧，不施舍斋，有何功德？达摩言：实无功德。弟子未答此理，愿和尚未说。师曰：实无功德，勿疑天上之言，勿地心邪，不知正法。造四度僧，不施舍斋，名为求福，不可。page.352.1 将福变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师又曰：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无止，常见本性，真实妙用，名为功德。内听天下是功，外行于理是德，自性见立万法是功，清体离念是德，不离自性是功，应用无染是德。若你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清，常行普净，心常清人，无我否断，即自无功，自性虚妄不实，即自无德。为无我自大，常清一切不善之事，念念无间是功，心情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之事功德须自性内见，不是不施供养之所求也。是以福德与功德别，五帝不是真理，非我祖师有过。四使又问曰：弟子常见僧俗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请和尚说得生彼否，愿为破疑。师言：使君善听，未能语说。世尊在社会城中说西方景化，今闻分明去此不远。若问相说礼数有十万八千，即身中十恶八邪，便是说远。说远为其下根，说近为其上智。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殊，见有迟疾。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师君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虽西方人，心否净亦有天。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是身中净土。
怨东怨西，物人在处一分。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使君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道。今劝善之使，先除十恶及行十万，后除八邪乃过八千。念念见性，常行平直，道如弹指，便弥陀。使君单行十善，和 page.352.2 须更愿往生不断食物之心，和佛即来迎，请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挪，不悟念佛求生路遥，如何得达？慧能与诸人移西方于刹挪间，目前便见各愿见否众皆顶彼云，若此处见，何须更愿往生？愿和尚慈悲，便现西方普令得见。师言，大众是人紫色身是成，眼耳鼻舌是门，外有五门，内有一门。心是彼，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坏。佛向性中坐，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慈悲即是观音，喜舍名为是指，能静即是家，平直即弥陀。人我是虚名，贪欲是海水，烦恼是波浪，毒害是恶龙，虚妄是鬼神，尘劳是愚鳖，贪嗔是地狱，愚是畜生。善知是常行时善，天堂便至。除人我虚迷倒，去贪欲害水劫，烦恼无波浪灭，毒害除鱼龙绝。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外照六门清净，能破六欲诸天。自性内照三如即除，地狱等罪一时消灭，内外明彻，不以西方。不作此修，如何道彼大众闻说？了然见性，悉皆彼拜，俱看善哉。畅言普愿法界众生，闻者一时悟解。师言善知是，若欲修行，在家易得，不由在此。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此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信西方。为公又问在家如何修行，愿为教授。师言无语，大众说无相送，但依此修常与无同处无别。若不依此修，一法出家于道何以？诵曰：心平和，劳持戒，行直和，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亦则上下相连。page.352.3 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宣，若能钻木出火，淤泥并生红莲。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
盖破毕生智慧，故短心内非浅，日用常行劳逸，成道非由失前。菩提指向心密，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师父曰：善知识总须依即修行，见取自性，直成佛道。实不相待，众人皆散，无归曹溪。众若有疑，来相问。十四是官僚再会善男信女，各得开悟，信受共行。定慧第四师是众云：善知是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大众悟迷，言定慧别。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若是此意，即是定慧等学。诸学道人，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个别。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口说善语，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亲口具善内外一如，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于争。若争先后，即同迷人，不断胜负，增我法，不离四相。善知识定慧犹如何等？犹如灯光，有灯即光，无灯即暗。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明虽有二，体的同一。此定慧法亦复如是。师至众云：善知识一行三昧者，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净明云：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莫心行产去，口但说直。口说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于一切法物有执着，迷人着法相执一行三昧，执言常。Page 353.1 坐不动，望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无情，是正道因缘。善知是道虚空流，何以至心否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为自福。若言常坐不动，是只如舍利弗念坐林中，被为魔结呵。善知是又有人叫做看清观境，不动不起，从此至功。迷人不会便直成癫，如此者众如是相交，不知道错。师至众云：善知是本来正教，无有顿见，人性自有立顿。迷人见修悟人顿气，自是本心，自见本性，即无差别，所以立顿见之假名。善知是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无念。无住者，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考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处似息争之时，
并将为空，不思仇害，念念之中不思前进。若前念经，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即福。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福也。此是以无住为本，善知识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能离于相，即法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体，善知识于诸境上，心否染，曰无念。与自念上常离诸境，不于境上生心。若执百物不思，念尽除，一念绝即死，别处受生，是为大错。学道者思之，若不是法，以自错犹可，更误他人。自你不见，又谤佛经，所以立无念为宗。善知识云何立无念为宗之源，口说见性，你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自信本无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说或福，即是尘劳邪见。不此法门，立无念为宗。善知识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无者无二想，无诸尘劳。 Page.353.2 知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无眼耳色声，当时即快。善知识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故经云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坐禅第五师是众云此门坐禅，远不着心，亦不着境，亦不是不动。若言着心，心原是妄，知心如幻，故无所住也。若言着境，人性本净，由妄念故，待复真如。当无妄想，性自清净，起心着境，生净妄。妄无处所住者是妄，净无形象，立境相言是功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被净福。善知是若修不动者，但见一切人时，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即是自性不动。善知是你人身虽不动，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欲道违背。若着心着境，即正道也。师是众云善知识何名作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作，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善知识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净，思净即乱。若见诸净心否乱者，是
真定也。善知识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谓禅定。菩萨戒经云：我本源自性清净，善知识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忏悔第六十。大师见广少祭四方士述田吉山众听法。Page.353.3. 于是生作道众曰：来，诸善知识，此事须从自是中起，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自修自行，见自己法身，见自心佛，自度自解，是得否假到此。既从远来，一会于此，皆共有缘，今可各各乎贵。先为传自性五分法身香，四受无香忏悔。众胡跪。师曰：以戒香，即自心中无非无恶无疾无贪嗔无劫害，名戒香。二定香，即诸善恶境香，自心否乱，名定香。三慧香，自心无碍，常以智慧观照自性，不造诸恶。虽修众善，心否执着，镜上念下，今续乌平明慧香。四解脱香，即自心无所攀缘，不思善，不思恶，自在无碍，名解脱香。五解脱之见香，自心即无所攀缘，善恶不可审空守其，即须广学多闻，是自本心，达诸佛理，和光皆无，无我无人，直至菩提，真性不异，名解脱之见香。善知识此香各自内熏，莫向外觅。今与汝等受无相忏悔，灭三世罪，令得三业清净。善知识各随我语，依时到弟子等，从前念经念及后念，念念不备于你染。从前所有恶业于你等罪，悉皆忏悔，愿依时消灭，永不复起。弟子等，从前念经念及后念，念念不被骄狂染。从前所有恶业骄狂等罪，悉皆忏悔，愿依时消灭，永不复起。弟子等，从前念经念及后念，念念不被即染。从前所有恶业及等罪，西 Page.354.1 皆忏悔，愿依时消灭，永不复起。善知识以上是为无相忏悔。云何名忏？云何名悔忏者，忏其前先，从前所有恶业于你骄狂疾等罪，悉皆尽忏，永不复起，是名为忏。悔者，悔其后过，从今以后所有恶业于你骄狂疾等罪，今已觉悟，悉皆永断，更不复作，是名为悔，故称忏悔。凡夫于你只知忏其前先，不知悔其后过，
亦不悔不前天不灭，后多有生。前天既不灭，后多复有生。何名忏悔？善知识即忏悔矣。欲善知识，发四弘誓愿，各须用心正听，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自信法门无尽誓愿学，自信无上佛道誓愿成。善知识大家起悟道，众生无边誓愿度，愿莫道且不是会能度。善知识心中众生，所谓邪迷心、狂妄心、否善心、即心、恶毒心、如是等心，尽是众生，各须自信自度，是名真度。何名自信自度？即自心中邪见烦恼于众生，将正见度。既有正见，使波者智打破于迷妄众生，各各自度。邪来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如是度者，名为真度。又烦恼无边誓愿断，将自性波者智除虚妄思想心事也。又法门无尽誓愿学，须自解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学。又无上佛道誓愿成，即常能下心行于真正离迷离觉，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见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誓愿立法，善知识经发四弘愿了，更欲善知识受无相三皈依戒，善知识皈依觉，两足尊，皈依正，离欲尊，皈依警，众中尊。从今日去，称觉为师，更不皈依邪魔外道，以自信三宝。Page.354.2 常自证明，劝善知是皈依自信三宝。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敬也。自心皈依觉，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离财色，名两足尊。自心皈依正，念念无邪见，以无邪见故，即无人我共高，贪爱执着，名离欲尊。自心皈依净，一切尘劳爱欲境界，自性皆不染着，名众中尊。若修此行，是子皈依，凡夫不会，从日至夜守三皈戒。若言皈依佛，佛在何处？若不见佛，凭何所归？言成妄。善知识各自观察，莫错用心。经文分明，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依他佛。自佛不归，无所依处。经己自悟，各须归依自心三宝，内调心性，外敬他人，是子归依也。善知识即归依自三宝境，各各至心，无欲说一体三身自信佛，令汝等见三身了然，自悟自信，总随我道于自色身，皈依清净法身佛。
与自色身归一圆满报身佛，与自色身归一千百亿化身佛。善知识色身是舍宅，不可言归。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是人总有。为自心迷，不见内性。外逆三身如来，不见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听说，令汝等于自身中见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从自性生，不从外得。何名清净法身佛？是人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思量一切恶事，即生恶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为浮云盖覆，上明下暗。呼吁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是人性常无有，如比天云。善知识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于外浊境被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得明谤。若欲善知识，闻真正法，自除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Page.354.3 中万法皆现，见性之人亦复如是，此名清净法身佛。善知识自清归一自性，是归一真佛。自归一者，除自性中不善心及心缠取心、无我心、狂妄心、轻人心、慢他心、邪见心、共高心，即一切时中不善之行，常自见己过，不说他人好恶，是子归一。常居下心，普行恭敬，即世界性通达，更无挚爱，是子归一。何名圆满报身？譬如以灯能除千年安，以智能灭万年愚。莫思向前，以过不可得。常思于后，念念人名，自见本性。善恶虽殊，本性无二，无二之性名为实性。于实性中不染善恶，此名圆满报身佛。自性起于念恶，灭万劫善因。自性起于念善，得恒杀恶境，直至无上菩提。念念自见，不失本念，名为报身。和名千百亿化身，若不思万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为变化。思量恶事，化为地狱；思量善事，化为天堂。毒害化为龙蛇，慈悲化为菩萨，智慧化为上界，愚化为下方。自性变化甚多，迷人不能舍觉，念念起恶，常行恶道。回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善知识法身本具，念念自性自见，即是报身佛。从报身思量，即是化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归一。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
不言归一也。但悟自性三身，即是自性佛。无有亦无相讼，若能施持言下令汝击劫迷罪，一时消灭。宋曰：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不施供养福无边，心中三恶缘来造，你将修福欲灭罪，后世得福罪还在，但想心中除罪人，明自性中真忏悔。Page 355.1 呼吾大圣真忏悔，除邪行正即无罪，学道常于自性观，即与诸佛同一类，吾祖为传此顿法，普遍见性同一体，若欲当来密法身，离诸法相心中起，努力自检莫悠悠，后念忽觉一世修，若吾大圣得见性，前功和长至心求，是言善知是总须诵取，依此修行言下见性，于己去五千里，如常在无边，于此言下不悟，即对面千里何情远来，真众好去，一众闻法迷不开悟，欢喜奉行。机缘第七师自黄梅得法，回至少州曹侯村，人无知者他本云，失去时至曹侯村住九月余，然师自言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此求道之切，其有逗留作叙时者非是，有如是留智略，礼遇甚厚，智略有孤为迷，名无尽藏常诵大涅盘经，师暂听即之妙意，遂为解说。你乃执卷问自师曰：自己不是，亦即请问。你曰：自上不是，焉能会一师曰：诸佛妙理非观文字，你今已知。见告李中其德云：此是有道之士，以请供养。有位位一座晋武侯玄孙曹叔梁及居民进来斋礼，时报灵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废，遂于不羁重建梵语，言师居之。鄂城宝方师住九月余日，又为鄂党寻主师，乃遁于前山，被其纵火焚草木，师隐身哀入石中得念，时今有师夫作西痕，其一不知闻，因名避难时，师亦无阻怀会止葬之主，遂行隐于二邑焉。僧法海烧舟取江源也。初参祖师问曰：即心即佛，愿垂止欲。师曰：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Page 355.2 若据说穷劫不尽，听无忌曰：即心明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一中清净，悟此法门，
有汝其性，用本无生，双修是正。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赞曰：即心原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双修离诸悟。僧法达洪州人，七岁出家，常诵法华经，来以祖师头不至地，师呵曰：礼不头地，何如不礼？汝心中必有疑悟，运其何事也？曰：念法华经以及三千部。师曰：汝若念至万部，得其经义，不以为圣，则与无邪行。汝今不此事也，都不知过。听无忌曰：礼本折幔床，头西不至地有我罪及生，王公福无比。师又曰：汝明舍吗？曰：法达。师曰：汝明法达，何曾达法？复说偈曰：汝今明法达，勤诵未修歇，空诵但群生，明心好菩萨。汝今有缘故，吾今为汝说，但信佛无言，莲华从口发。答闻己悔谢曰：而今而后，当谦恭一切。弟子诵法华经，未解经义，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广大，愿对说经中义理。师曰：法达法即甚达，汝心否达？经本无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经，亦何为宗？答曰：学人根性暗钝，从来但依文诵念，岂知宗取师曰：吾不是文字。汝是取经诵一遍，吾当为汝解说。法达即高声念经，至譬喻品。师曰：指此经原来以因缘出世为宗。 Page 355.3 纵说多种譬喻，亦无越于此。何者因缘经云：诸佛世尊为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一大事者佛知之见也。是人外泥浊香，内泥浊空，若能于香离，香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泥。若悟此法，一念心开，是未开佛之见。佛由觉也，分为四门：开觉之见是觉之见，悟觉之见，入觉之见。若闻开是，便能悟入，即觉之见，本来真性而得出现。汝甚悟错解经义，见他道开是悟入，自是佛知之见。我辈无分，若作此解，乃是谤经毁佛也。彼既是佛，以具之见何用更开？汝今当醒佛之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盖为一切众生自彼光明贪爱沉静，外人内扰干受驱驰，便保他世尊从三昧起，种种苦口，劝令请其莫向外求，与佛无二，不云开佛之见。无意劝一切人，与自心中
常开佛知之见，是人心邪于泥造，最口善心恶，贪嗔及谄佞我慢，亲人海物，自开众生之见。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观照自心，止恶行善，是自开佛知之见。汝须念念开佛之见，悟开众生之见。开佛之见即是出世，开众生之见即是世间。汝若但牢牢之念，以为功课者，何一毛牛爱尾？答曰：若然者，但得解矣。不劳诵经也。师曰：经有何过？岂仗汝念只为迷误在人，损益有己。口诵心行，即是转经；口诵心否行，即是被经转。经无己曰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诵经久不明，与意作仇家。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无举无体，常遇白牛车。 Page 356.1 答文记不觉悲气，言下大悟，而告师曰：法达从其一以来，时未曾转法华，乃被法华转。再起曰：经云诸大声闻乃至菩萨，皆尽思共度量，不能测佛智。经令凡夫但悟自心，便明佛知之见。自非上根，未免一棒。又经说三车，羊鹿牛车与白牛之车，如何区别？愿和尚再垂开示。师曰：经义分明，汝自迷昧。诸三圣人不能测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饶一静思共推，转加玄远。佛本为凡夫说，不为佛说。此理若不肯信者，从他退席。殊不知坐白牛车，更于门外逆三车。况经文明向汝道唯一佛圣，无有余圣若二若三，乃至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是法皆唯一佛圣，不如何不成三车是假，为其实不一圣是实，为经实不只教汝去假归实，归实之后实亦无名。因之所有真才尽属于汝，由汝受用，更不作不想，亦不作此想，亦不用想。是名持法华经，从节至节，手不释卷，从咒至也，无不念时也。达蒙启发，用药欢喜，以记赞曰：经诵三千部，曹溪一句王，为名出世止，名皆泪声狂。羊鹿牛犬舍，初中后闪羊，谁知火宅内，原是法中王。师曰：汝今后方可名念经僧也。答从此领玄旨，亦不辍诵经。僧智通，受周安封人，初看楞伽经约千余遍，而不会三身四指。立师求解其意。
诗曰：三身者，心净法身，汝之性也。圆满报身，汝之智也。千百亿化身，汝之行也。若离本性，别说三。Page 356.2 身即名有身无智，若悟三身无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听无忌曰：自性具三身，发明成四智，不离见闻缘，超然登佛地。吾今为汝说，地性永无迷，莫学持求者，终日说菩提。通在起曰：四智之意，可得闻乎？师曰：即会三身，便名四智。何更问也？若离三身，别谈四智。此名有智无身，即此有智，还成无智。复说即曰：大圆净智性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妙观察智见非功，成所作智同圆净。五八六七我应转，但用名言无实性，若于转处不留情，凡心永处那些病，如上转是为智也。教中云：转前五是未成所作智，转第六是为妙观察智，转第七是为平等性智，转第八是为大圆净智。虽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转，但转其名而不转其体也。通顿悟性智，遂成记曰：三身原我体，四智本清明，身智容无碍，因物任随情。其修皆妄动，守住匪真经，妙智因失小，中王染污名。僧智常姓周，贵西人，调年出家，至求尽性。一日参礼，师问曰：汝从何来？欲求何事？曰：学人竟往同州白山里大通和尚，蒙是见性成佛之意，未觉狐疑，愿来投礼，福望和尚慈悲之事。师曰：彼有何言具汝是举？看曰：至常道彼凡经三月，未蒙是悔，未法切不一系无入障事。请问如何是某家本心本性大通？乃 Page 356.3 曰：汝见虚空否？对曰：见。彼曰：汝见虚空有相貌否？对曰：虚空无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犹如虚空，乐无一物可见，是名正见；无一物可知，是名真知。无有青黄长短，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即明见性成佛，亦名如来之见。学人非闻此说，犹未觉了，岂和尚开示？师曰：彼师所说犹存见之，不令汝未了。吾今是汝一计不见一法存无见，大四福云：这日免不知一法守空之
还如太虚生闪电，此知之尽然心，错任何曾解方便，汝当一念自知，非自己灵光常现现，常闻记忆心意豁然，乃数记曰无端起之见，着相求菩提，情存一念五明月其实迷，自性觉缘体，随照往先流，不入祖师室，茫然去两头。至常一日问师曰：佛说三圣法，又言最上圣，弟子未解，愿为教授。师曰：汝观自本心，莫着外法相，法无四成，人心自有等差。见闻转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圣，万法尽通，万法具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亦无所得，名最上圣。成是情义，不在口争，汝须自修，莫问吾也。一切时中自性自如，常理解之事，终师之事。僧智道，广州南海人也。请帝曰：学人自出家览涅槃经时，在幼于为民大义，愿和尚垂悔。师曰：汝何处为民？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于此疑惑。师曰：汝 page 357.1 若莫生迷，曰：一切众生皆有二身，为色身法身也，色身无常，有生有灭，法身有常，无知无觉。今云生灭灭已，即灭为乐者，不审何身，即灭何身受乐。若色身者，色身灭时，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乐。若法身即灭，即红草木瓦石，谁当受乐？又法性是生灭之体，物运是生灭之用，一体无用，生灭是常，生则从体起用，灭则摄用归体。若听更生即有情之类，不断不灭，若不听更生，则用归即灭，同于无情之物。如是则一切诸法被涅槃之所禁缚，尚不得生，何乐之有失？曰：汝是世子，何其外道短长且见，而亦最上圣法据汝所说，即色身外别有法身，离生灭求于即灭，又推涅槃常乐言有身受用，虽乃直生死单着是乐。汝今当知，佛为一切迷人，任五蕴和合为自体相，分别一切法为外尘相，好生恶死，念念牵流，不知梦幻虚假，妄受轮回，夜长乐涅槃翻味苦香，终日持求佛命此步，乃是涅槃真乐。刹那无有生香，刹那无有灭香，更无生灭可灭，是则即灭现前。当现前时，
亦无欠钱之量，乃未尝乐。此乐无有受者，亦无不受者，其有一体无用之名，何况更言涅槃净福诸法，令永不生。斯乃谤佛毁法。听无忌曰：无上大涅槃，圆明常寂照，凡愚谓之死，外道直为断，诸求二圣人，目一为无所，尽属行所，即六十二见本。妄力虚假名，何为真实义？唯有波量人，通达无取舍。Page 357.2 一知五蕴法，即一蕴中火，外现众色想，一一音声香平等如梦幻，不起凡圣见，不作涅槃解，二边三际断，常因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结果烧海底，中古山香即真常即灭乐，涅槃相如是。吾经强言说，令汝摄邪见，汝不随言解，许汝知少分。至道闻己大悟，用要作礼而退。行思禅师升级周安成流士，闻曹溪法席圣化，近来参礼，遂问曰：当何所悟？即不落皆即师曰：汝曾作什么来？曰：圣地亦不为。师曰：落何皆即？曰：圣地尚不为，何皆即之有师身弃之，令思守众。一日师谓曰：汝当分化一方，吾令断绝。思既得法，遂回吉州清源山，弘法少化是弘济禅师，怀让禅师荆州不世子也。初夜嵩山安国师安发之曹溪参后，让至礼拜，师曰：甚处来？曰：嵩山。师曰：什么误认魔来？曰：说似一物即不中。师曰：还可修正否？曰：修正其不无，污染即不得。师曰：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波者多罗谶，汝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应在汝心，不拘诉说一本无七天以下二十七字，让果然气会。遂知是左右一十五载，日真玄奥。后往南岳大阐禅宗是大会禅师，永嘉玄觉禅师，温州代世子，少习经论经。Page 357.3 天台至观法门，因看为魔经发明心地，偶师弟子玄策相访，与其聚谈，出言暗合诸祖。策云：仁者得法师谁？曰：我听方等经论，各有师承。后于为魔经悟佛心宗，未有证明者。策云：威音王以前即得，威音王以后无师自悟，竟是天然外道。
曰：任人者为我证据。策云：我言轻。曹丕有六祖大师，四方云集，尽是守法者。若取，则与邪行。决遂鸿策来，参绕师三匝，振旗而立。师曰：夫杀人者，聚三千威于八万器行，大德自何方而来？生大我慢觉曰：生死是大，无常迅速。师曰：何不体取无生？乐无素乎？曰：体即无生，乐本无素。师曰：如是。如是玄觉方具威仪礼拜，须臾告辞。师曰：反太素乎？曰：本自非动，其有素也。师曰：谁知非动？曰：人者自生分别。师曰：汝甚得无生之意？曰：无生岂有意也？师曰：无意。谁当分别？曰：分别已非意。师曰：善哉，少留一修，实为一修绝。后着正道歌，盛行于世事，曰：无相大师，实称为真绝焉。禅者至黄出三悟祖，自谓以得正守，安居常坐积二十年。师弟子玄策，由方志和所文皇之名。早安问云：汝在此作什么？皇曰：入定。策云：汝云入定，谓有心入也，无心入也。若无心入者，一切无情草木化石，因何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寒是之流，亦因得定。皇曰：我正入定时，不见有有无之心。策云：不见有有无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皇无对良久，问曰：师似谁也？策云：我师曹丕六祖。皇云：六祖以何为禅定？策云：我师所说妙战人及体用如如五阴本空六尘。 Page.358.1 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禅性无住离住禅极，禅性无生离生禅想，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量。黄文是说近来也。师师问云：人者何来？黄举数前缘。师云：诚如所言，汝但心如虚空，不着空见，应用无碍，动静无心，凡上行妄能所居敏性相如如，无不定时也。亦本无汝但以下三十五字，至云师你其远来，遂垂开觉。黄于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无影响，其业何被世数？闻空中有声云：黄禅师今日得道。皇后礼辞，复归河北，开化寺众。一僧问师云：黄眉一指，舍莫仁德。师云：会佛法仁德。僧云：和尚还得否？师云：我否会佛法。师一日欲着
所受之一而无美全，因至四后物理取见山林貌，锐气盘旋，施振其着地，玄因手而出，机以为持，乃贵膝挽衣时上。忽有一僧来礼拜，云方便是西蜀人，昨云南天竺国见达摩大师，主方便速往唐土，无传大家设正法演藏籍僧前离，见传六代于烧州曹溪汝去沾底，方便远来愿见我师传来一师，乃出使四问上人功和事业曰善所，师正色曰汝是说看，便往错过数日，所就真相可高七寸，须尽其妙。师笑曰汝只解说性，不解佛性。师书手摩方便顶曰永为人天福田，师仍以一酬之，便取一分为三，一批速响，一自流，一用火以地中。是曰后得死，一乃无出世，住持于此，重见殿宇。宋家有八年，又分为先修殿绝壁，得一如新。像在高泉寺祈祷折阴，有僧举卧轮禅师记曰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静心否起，菩提日日长。师闻之曰此己为明心彼若一而行之。释迦 Page.358.2 记福因是一计约会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静心数起，菩提坐莫长。断见第八十祖师居曹溪宝林，神秀大师在京南玉泉寺，于是两宗圣化人皆称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断见之分，而学者莫之宗取。师谓众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种，见有十级，何名断见法？无断见，人有立断，故名断见。感孝之徒众往往讥南宗祖师不是一字，有何所长？孝曰他得无师之智，身悟上乘，无不如也。且无师五祖亲传一法，岂徒然哉？无恨不能远去清净，须受国恩，汝等诸人无至于此，可往曹溪三绝。一日命门人至城曰汝聪明多智，可为吾到曹溪听法，若有所闻，静心记取，还为吾说。至成兵命至曹溪，随众参请，不言来处。时祖师告众曰：今有道法之人，前在此会。至成即出礼拜，具陈其事。师曰：汝从玉泉来，应是气作。对曰：不是。师曰：何得否是？对曰：未说即是，说了不是。师曰：汝师若未是，众对曰：常指会大众，
住心观境常坐不卧。诗曰：住心观境是并非禅，常坐居身，于理何以听无忌曰：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你功课至诚？再拜曰：弟子在旧大师处学道九年，不得器物。今闻和尚一说变器本心，弟子生此事大，和尚大慈，更为教士。诗云：吾闻汝师要是学人界定慧法，为审汝师说戒定慧行相。 page.358.3 如何与吾说看？成曰：秀大师说诸恶莫作名为解，诸善奉行名为悔，自尽其意名为定。彼说如此，为审和尚亦何法毁人师曰：吾若言有法与人，即为狂辱。但且随方解福假名三昧，如汝师所说戒定慧实不可思议，吾所见戒定慧又别。至诚曰：戒定慧指何一种？如何更别师曰：汝师戒定慧皆大圣人，吾戒定慧皆最上圣人，误解不同，见有迟疾。汝听吾说，与彼弘否吾所说法，不离自性，离体说法，名为相说，自性常迷。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心无忌曰：心地无非自性解，心地无自性慧，心地无乱自性定，不增不减自金刚，身去身来本三昧。成文忌毁谢，乃成一记曰：无运换身，换何就近回去真如法还不净。师然之，复与成曰：汝师戒定慧劝小根智人，无戒定慧劝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必菩提涅槃，亦不利解脱之见，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若解此意，一名佛身，一名菩提涅槃，一名解脱之见。见性之人，利亦得，否利亦得，续来自由，无智无碍，应用随作，应语随答，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至诚再起师曰：如何是不利益师曰：自性无非无无卵，念念波者观照，常离法相，自由自在，纵横尽得，又何可利自性自五顿悟顿修，亦无见次，所以不利一切法。诸法即灭，又何似地至成彼拜？愿为执事。page.359.1 朝夕不懈成吉州派和人也，僧智彻将其人。本姓张，名行昌，少任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非王敌我，而胡吕尽起爱增。
使北宗门人自立秀师为第六祖，而继祖师传一为天下闻，乃主行昌来赐师。师心通欲知其事，及至今十两余左间。十夜幕，行昌入祖室，将欲加害。师叔请救之，行昌挥刃者三，悉无所损。师曰：“正见不邪，邪见不正。知父汝今，不父汝命。”行昌惊呼，久而方苏，求哀悔过，即愿出家。师遂与经言汝切去，恐徒众翻害于汝。汝可他日以行而来，吾当射手。行昌兵止萧顿。后头僧出家，具戒精进。一日，一师之言，愿来礼敬。师曰：“吾久念汝，汝来何拜？”曰：“昨蒙和尚舍罪，今虽出家苦行，终难报德。其为传法度生乎弟子常览《涅盘经》，为小乘无常意。其和尚慈悲，略为解说。”师曰：“无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曰：“和尚所说，大为经文。”师曰：“吾传佛心，应安敢为于佛经曰：‘经说佛性是常，和尚言无常。善恶之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和尚言是常。’此即相违，令学人转加疑惑。”师曰：“涅盘经吾其听，你吾敬藏读诵一遍，便为讲说，吾一字一义否合经文，乃至为汝中无二说。”曰：“学人是量浅美，愿和尚委屈开示。”师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说什么善恶诸法，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故无说无常，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其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变之处，故无说常者，正是佛说真无常意。” Page 359.2 佛必为凡夫外道之于邪常，诸二圣人于常即无常，共成八道，故于涅盘了一教中，或比偏简，而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境。汝今依言背义，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死常，而错解佛之原妙，最后为言，纵览千遍，又何所一行昌忽然大悟，说起曰：“因守无常心，佛说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由春池十里。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现前，非师相授予，而我亦无所得。”师曰：“汝今彻也，宜明至彻。”彻底懈而退。有一童子名神会，襄阳高士子，年十三，自欲全来参礼。
是曰知是远来兼亲，还将得本来否，若有本则何事主。是说肯。会曰以无助为本，见即是主。师曰这沙弥争何取赐予，会乃问曰和尚坐禅还见否，见师以助杖打三下，云无打汝痛不痛，对曰亦痛亦不痛。师曰不亦见亦不见，神会问如何是亦见亦不见。师云无知所见，常见自心过谦，不见他人是非好恶，是亦亦见亦不见。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目时，若痛则同凡夫，即岂会恨。汝向前见否，见是二边，痛不痛是生灭。汝自信且不见，感而弄人神会礼拜毁谢。师又曰汝若心迷不见，问善之事逆汝。汝若心悟，即自简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来问不见与不见，不见自知，岂待汝迷？汝若自见，亦不待无迷，何不自知自见？乃问不见与不见，神会在礼百余拜，求谢过谦，福情给事，不离左右。一日，师告众曰：“吾有。” Page 359.3 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辈无念。诸人还是否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师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由大卯带头，也至成各支解宗徒。祖师密后会入经络大红曹七顿脚着遣踪迹，圣勤于世是为何则禅师。师见诸宗难问前起恶心，多即坐下拟而谓曰：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无名可名，名于自性，无二之性，是名实性。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言下便须自见。诸人闻说，总皆作礼，请师为师。宣召第九神龙元年上元日，则天中宗赵云镇请安孝二师宫中供养。万机之侠每就一圣，二师推让云南方有能禅师，密授给大师依法传佛心印，可请彼问。今遣内侍薛简持照应，请愿师慈念，速赴上京。师上表辞即愿中临路。薛简曰：京城禅德皆云欲得会道，必须坐禅其定，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未知有也。为沈师所说法如何？师曰：道由心悟，岂在坐也。经云若言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无所从来，
一无所取，无生无灭，是如来清净禅。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坐。究竟无证，岂况作也？简曰：弟子回经，主上帝问，愿师慈悲，具是心要，传奏两公及京城学道者，譬如以灯燃百千灯，明者皆明，明明无尽。诗云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意。明明无尽，亦是有尽，相代立明不。尽明经云法无有彼，无相代不。简曰：明欲智慧，暗欲烦恼。修道之人，倘不。360.1 以智慧照破烦恼，无始生死，平和出离。诗曰：烦恼即是菩提，无二无别。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此是二圣见解。杨露等机上至大根，悉不如是。简曰：如何是大圣见解？诗曰：明与无明，凡夫见二。智者呢答：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处凡愚而不减，在贤圣而不增，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急，不断不长，不来否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名之曰道。简曰：师说不生不灭，何意外道？师曰：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将灭之生，以生显灭，灭犹不灭，生说不生。我说不生不灭者，本自无生，今亦不灭，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简蒙指教，豁然大悟。李慈辉缺表奏诗语，其年九月三日，有赵讲遇师曰：师慈老疾，为朕修道，博之福田。师若尽明脱疾皮也，阐扬大圣，传诸佛心，谈不二法。薛简传师指受如来之见，正机善于庆，修众善根，执师出世，顿悟上成，感和师恩，顶戴无已，并众摩那迦沙及水晶烧粥拉屎，修士四语，四师就居为伯恩寺。副主帝师师一日换门人法海至成法达神会至常至通至彻至道法真法如等，曰：汝等不同于人，无灭度口，各为一方师，吾今教汝说法。不施本宗先须举三科法门，动用36岁出没及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自性。忽有人问汝法，出与境双皆许对法，来去相应，究竟二法。page.360.2 净除更无去处，三颗法门者
因介入也。因是五音色受想行识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内六门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尘六门六识是也。自性能含万法，名含藏事。若起思量，即是转世。生六识，出六门，见六尘。如是一十八界，皆从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若恶用即众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对法外境，无情物，对天与地，对日与月，对明与暗，对阴与阳，对水与火，对此是五对也。法相与言十二对，与语法对，有与无对，有色与无色对，有香与无香对，有漏与无漏对，色与空对，动与静对，清与浊对，凡与圣对，僧与俗对，老与少对，大与小对，此是十二对也。自性起用十九对，长与短对，邪与正对，与会对，与与智对，乱与定对，此与不对，戒与非对，执与取对，实与虚对，闲与停对，三道与菩提对，常与无常对，悲与海对，喜与嗔对，舍与谦对，进与退对，生与灭对，法身与色身对，化身与报身对，此是十九对也。师言此三十六对法，若解用即道观一切经法，出入即离两边。自性动用，动人言语，外于相离相，内于空离空。若全着相，即常邪见；若全执空，即常无明。执空之人有谤经之言，不用文字。即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语言。执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执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着文字，汝等须知，自你有可又谤佛经，不要谤经，罪障无数。若着相于外而作法求真，或 Page 360.3 广义道场说有无知过患，如是之人类皆不得见性，但听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于道性至爱。若听说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无助向法师。汝等若悟，依此说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若有人问汝意，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如一问一对，于问以一死作，即不失礼也。设有人问何名为安达，云名是因，安是
元，你梅吉安，以你显安，以安显明，来去相应，成中道矣。余问其皆如此，汝等于后传法，依此转相交授，勿失宗旨。师于太极元年壬子，延和七月是年五月，改延和。八月玄宗即位，方改元先天。四年岁改开元。他本所先天者，非命门人往行州国恩寺借塔，仍令促宫。四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即徒众约五至八月，欲离世间。汝等有疑，早须相问，为汝破疑，令汝宁静。吾若去后，无人教汝法，海等闻悉皆涕泣，唯有神会神情不动，亦无涕泣。诗云：神会小失德，善不善等，毁誉不动，哀乐不生，愚者不得。数年山中静修和，道汝今悲泣，未有哀谁若忧，无不知去处，无自知去处，无若不知去处，终不欲报于汝。汝等悲泣，盖为不知无去处，若知无去处，即不合悲泣。法性本无生灭去来，汝等静坐，吾与汝说一偈，名曰真假动静偈。汝等诵取此偈，与吾以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众僧作礼，请师说偈。偈曰：一切无有真，故以见于真，若见于真者，是见境非真。 Page 361.1 若能自有真离假，即心真自心否离假，无真何处真，有情即解动，无情即不动，若修不动情，同无情不动，若密真不动，动上有不动，不动是不动，无情无佛种，能善分别相，第一义否动，但作如此见，即是真如用。报诸学道人，努力须用矣，莫于大圣门，直生死志。若言下相因，即共论佛矣。若实不相因，何长令欢喜？此宗本无争，争即失道矣。知逆争法门，自性入生死。十徒众闻说偈矣，普皆作礼，并体诗矣，各各舍心依法修行，更不敢争，乃知大师不久入世。法海上座，在拜问曰：和尚入灭之后，依法当复何人师？曰：吾于大梵寺说法，以至于今超路流行，目曰法宝坛经，汝等守护一相传授，度诸群生，但依此说，是名正法。今为汝等说法，不复其一，待为汝等性增纯熟，决定无疑，堪任大事。然据先祖达摩大师复授记忆，依不合传。记曰：吾本来之土，传法救泥情，一花开
五也，结果自然成。师父曰：诸善知识汝等各个静心听吾说法，若欲成就种子，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于一切处而不住想，于彼向众不生增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Page.361.2 静虚荣淡泊，此名亦相三美。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诚净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彼有种含藏长养成熟七十，一相一行亦复如是。我听说法犹如时语，普遍大地，汝等佛性譬诸种子，欲滋沾下，悉得发生。成无执者，觉果菩提；依无行者，定证妙果。听无忌曰：心必含诸种，故与悉皆蒙顿悟华行矣。菩提果自成。师说记矣，曰：其法无二，其心已然，其道清净，亦无诸相。汝等甚五观净即空其心，此心本净，无可取舍，各自努力，随缘好去。二十徒众作礼而退。大师，七月八日忽为门人曰：吾欲归兴州，汝等速彼州籍。大众哀留甚艰。师曰：诸佛出浅，犹是涅槃，有来必去，隐亦常然。吾此行还，归彼有所。众曰：师从此去，早晚可回。师曰：叶落归根，来时无口。又问曰：正法演藏，传不可人。师曰：有道者得，无心者通。又问：后莫有难否？师曰：无。灭后五六年，当有一人来取吾手。听无忌曰：头上让轻，口虚参欲满之难，杨柳为官。又云：吾去七十年，当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也出家宜在家，同时心化，见利无宗，必起邪拦，昌隆法寺。问曰：未知从上佛祖因现以来，传授记待愿垂开示。诗云：古佛因是以无数量，不可计也。今以七佛为始，过去庄严劫，提佛师佛师气佛提舍福佛金贤劫，居留孙佛居那含牟尼佛迦舍佛释迦文佛，是为七佛。Page.361.3 以上七佛今以释迦文佛授传。第一摩诃迦舍尊者，第二阿难尊者，第三商内和修尊者，第四优脱多尊者，第五提多迦尊者，第六尼遮迦尊者，第七婆须弥多尊者，第
八佛陀难提尊者第九佛陀蜜多尊者第十尊者十一富那也奢尊者十二马明大士十三迦毗摩罗尊者十四龙树大士十五迦那提婆尊者十六罗罗多尊者十七僧伽难提尊者十八伽也舍多尊者十九鸠摩罗多尊者二十都耶多尊者二十一婆修盘头尊者二十二摩拿罗尊者二十三赫勒那尊者二十四狮子尊者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二十七波惹多罗尊者二十八菩提达摩尊者四土是为初祖二十九慧可大师三十僧灿大师三十一道信大师三十二弘忍大师慧能是为三十三祖从上诸祖各有丁成汝等向后必待流传无令乖舞大师先天二年癸丑岁八月初三日是年十二月在元开元于伯恩寺斋罢为诸徒众曰汝等各依位坐吾与汝别法海白莲和上流和教法令后代尼人得见佛性师言汝等必听后代尼人若是众生即是佛性若不是众生万劫觅佛难逢吾今教汝是自心众生见自心佛性欲求见佛但是众生只为众生迷佛非是佛迷众生自性若无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自性平等众生是佛自性邪浅佛是众Page.362.1生汝等心若片取即佛在众生中一念平直即是众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能见理皆是本心生万众法故经云心生众众法生心灭众众法灭吾今留以记与汝等别名自性真佛记后代之人数次记忆自见本心自成佛道即曰真如自性是真佛且见三毒是魔王邪迷之时魔在舍正见之时佛在堂性中邪见三毒生即是魔王来住舍正见自除三毒心魔变成佛真无假法身报身即化身三身本来是一身若向性中能自解即是成佛菩提因本从化身生净性净性常在化身中性是化身行正道当来圆满真无穷淫性本是净性因除淫即是净性身性中各自离五欲见性差魔即是真今生若欲顿教门呼悟自性见是尊
若欲修行觅作佛，不知何处觅求真。若能心中自见真，有真即是成佛因，不见自性坏逆佛，起心总是大人。断教法门经已流，救度世人须自修，报汝当来学道者，不作此见大悠悠。师说既已，告曰：汝等好住，不灭度口，莫作是情非气与泪。受人要问身着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是自本心，见自本性，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恐汝等心迷，不会无意，今在主汝，令汝见性。无灭度后，依此修行，如无在日。若为无教，纵无Page.362.2 在世亦无有益。复说既曰：物物不修善，恒恒不造恶，汲汲乱见闻，荡荡心无着。师说既已，端坐至三更，呼谓门人曰：无形已嫣然先化。于是一香满翅，白红树地，灵木变白，禽兽哀鸣。十一月，王昭兴三郡官僚即门人僧俗，争迎真身，莫觉所知。乃焚香祷曰：香烟止处，师所归焉。使香烟直贯曹溪。十一月十三日，先神堪并所传一而回。次年七月初刊，弟子方便以香泥上之，门人意念取手之际，仍以铁叶七补补护师颈入塔。忽于塔内白光出现，直上冲天，三日是散。烧粥奏闻凤立碑，即师道行。师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传一，三十九著法，书法理生三十七在，四法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数。达摩所传信依西域区宣布也，中宗四摩那宝及方便所施真相，并道具永镇宝灵道场。流传坛经历显宗旨，兴隆三宝，普利群生者。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中附录六祖大师圆寂外寂门人法海等级大师名慧能，复读是慧平唐武德三年九月，作观星州母李氏先梦庭前白华镜发白鹤双飞，一腔满翅，绝而有身，遂皆成斋戒。怀六年师乃生焉。唐贞观十二年戊戌岁。Page.362.3二月八日子时也，时毫光腾空，香气奔赴。黎明有二僧造也，谓师之父曰：夜来生而专为安宁，可上会下能也。父曰：何名会能？僧曰：会者以法会济众生，能者能作佛事。言毕而出，
不知所知。师不淫母乳欲夜神人贯以甘露。三岁父丧葬于宅畔。母守制局让继承与新公母。年二十有四，文经有省。往黄梅参礼，物祖弃之，复依法令四祖位。石龙朔元年辛酉岁也。南归隐遁，至宜奉元年丙子正月八日，会印宗法师结论玄奥。印宗悟起师旨，是月十五日普会四众为师替。二月八日即诸明德受具足戒。西京智光律师为受戒师，苏州慧静律师为结魔，荆州通音律师为教授，中天齐多罗律师为说戒，西伯密多三藏为正戒。其戒坛乃宋朝求那跋陀罗三藏创建，立碑曰：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又梁天监元年，至要三藏自西竹国航海而来，将底土菩提树一株植此坛畔，意欲至曰：后170年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开眼上成度无量众，真传佛心应之法诸也。师至是住法受戒，即与四众开示单传之旨，亦如其趁梁天监元年壬午岁，至唐尼奉元年丙子得175年。次年春，师辞众归宝林。印宗玉自白宋者千余人，直至曹溪。时经周通音律师与学者数百人依师而住。师至曹溪宝林，唐玉矫恶不足容众，欲广之。遂夜里人陈雅仙曰：老僧欲就坛月求作具地，得否？仙曰：和尚作具几许？或祖出作具是之。雅仙为然，足以作具一盏。定召曹溪四境四天王现身坐镇四方。Jing page dot 363.1。四境有天王领英姿而名。仙曰：知和尚法力广大，但无高祖坟墓定在此地。他日造塔，幸望存留于愿尽舍永为宝方。人此地乃生龙白象来，莫只可平天不可平地。四后明见一一其言，师由境内山水胜处得气旨，遂成兰若113所。今曰华果院及四门，其宝灵道场一天是西国制药三藏自南海经曹溪口，举水而饮，香美一之。谓其徒曰：此水与西天之水无别，西园上必有圣地，堪谓兰若。随流至园上，四部山水回环鸾其秀，叹曰：宛如七天宝灵山也。乃谓曹侯村居民曰：可于此山建一道场，
170年后，当有无上法宝于此演化，得道者如灵，一号宝灵，持烧州木猴镜中，以其言具表文奏，尚可其请赐宝灵为额，遂成范公，落成于梁天监三年。四殿前有坛一所，龙常出没其间，触挠灵目。一日现情甚具，波浪汹涌，云雾阴翳，徒众皆惧。师斥之曰：“尔只能现大身，不能现小身。若为神龙，当能变化一小现大，比大现小也。其龙乎眉，恶请复现小身，要出坛面。”师展示之曰：“尔且不敢入，老僧于龙乃由阳至前，师以咬之，龙不能动。师持堂上与龙说法，龙遂退骨而去。其骨长可七寸，手尾脚足皆具，流传四门。师后以土石因其坛，经殿前左侧有天塔镇处是也。师师坠幽时捐龙朔元年独居士至八字，此时今存黄梅东禅。右唐王为右丞，为神会大师作祖师纪云师困劳旅积十六载，为应宗讲经，因为萧右柳宗元四史。左 Page.363.2 祖师是好碑云师受庆举，遁隐南海上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为人师。又当商殷城乡作物祖纪云物祖演化于黄梅县之东禅院，待其变于江母。龙朔元年，以一法复六祖已，散众入东山结安。有居人平茂，以山师师为道场焉。以此考之，则师至黄梅传授物祖一法，石龙朔元年辛酉岁，至于奉丙子，得一十六年，师方至法性助法。他本或作诗前坑中至黄梅，恐非历朝崇奉是基唐宪宗皇帝，是大师曰大建禅师。宋太宗皇帝加是大建真空禅师，造兴师塔曰太平兴国之塔。宋仁宗皇帝天圣十年迎师给身基衣入大内供养，加是大建真空普觉禅师。宋神宗皇帝加是大建真空普觉圆明禅师，居建燕元县公碑记。四是大建禅师碑柳宗元转扶风宫联，问岭南三年，以佛是第六祖，为又称号书文于上。赵氏大建禅师塔曰灵赵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书司不服道都府公，并不立济州司公，愿告于其祠。床在中古增山营古
外人贤惠，若闻鬼神。其实学者先有于人，莫不轻勇奋力，如师父生，则又感到替目，如师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则好夺相贼杀丧其本时，被官迎流，莫克反于出。孔子无大畏，每以于言迟事，更扬莫黄老一杂，其数分裂，而无浮屠说后出，推离还原，何所谓生而静者？梁士豪作又为施达摩基 Page.363.3 知空数亦显，六传至大见，大见使亦能劳苦服役，一听其言，言期已就，师用感动，遂受兴趣。顿忆南海上人无闻之，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为人师。会学者来数千人，其报以无为为有，以空洞为实，以妄大否当为归。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云除本其境矣。中宗闻明始性存在争不能治，据其言以为经术，其说句在经部天下凡言禅皆本曹溪。大建去世白有六年，凡至广布而以明文者以吃数，莫能接其跑。乃因是告天子得大事，封佐无道，其可无辞公使立朝，一如众拉前州都普安南，有海中大蛮夷，连身独之西，福伯听命，先废功德，受其道节己来历南海，恕国如林，不杀不怒，人为无恶，允客光于有人，昭烈大见莫如公，以其徒之老，乃一时于雨下，是来也辞。其词曰：达摩干干传佛语心，六成其寿，大见是灵，劳情真末，忠义于身，报其性气，情海之音，其道元师在其之曹庞和伟父不疑其高，传告贤臣为道之胞，生而性善，在物而举，荒流奔逸，乃问其去，匪思欲断，匪觉思悟，由师内见贤惑于素，不直乎根，不云乎苗，中疑外荣，又萃恐招，在地中宗聘言于朝，因一王笃，一人逍遥，月白有六四，好事不济。由扶风公告今天子，上书继父大行，乃累光于南土。其法在起，绝徒万矣，同道其起。为师化所被己，扶风公所虑，先待天子。天子修命，加功德美，亦于海夷浮屠世事，师以人传，公以人礼，业此途间永应不已。 Page.364.1 大殿禅师碑定佛一名，巨流与其
撰人和十年某月日，诏书追包曹丕第六祖能公。是曰大见。时广州牧马总以书闻，骤士可骑走，上道以尊名，同归善闪，不隔一脚。一字之包华以恐怀，得其所不也。马公敬其事切谨，使以垂后，遂资于文雄。今柳州刺史河东柳军为前碑，后三年有僧道林旅其徒由曹丕来，写曰：任立第二碑，学者至也。为如来灭后终五百岁，而摩腾竺法兰已经来华，人始闻其言，由夫众昏之见乎爽。后五百岁而达摩亦法来华，人始传其心，由夫内旦之白日。自达摩六传至大简，如冠一珠，有天后而无同意。是之言真宗者，所谓顿门。出达摩与佛依据来，得道传父以为真应。至大戒制而不传，岂亦是为全体邪徒苟邪将人人之末矣？若而不若，置之邪无不得而知也。按大戒生青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没，百有六年而逝，始自其之东山。从第五师德受记以归中宗，始终为人在争不奉诏，帝以言为贡，上进行之，名曰至人之生无有种类，同人者行，出人者智，蠢蠢难易，降生节义，不该母坤，不孝元气，一言顿悟，不见出底，勿失相成，受以宝气。燕作曹丕，谥号南宗，学徒原来如水之东，引以妙药，拆其阴龙，照不能治，许为法雄。去佛日远，群言积矣，着空之有，各走其欲。我立真权，皆起南国，无修而修，无德而德，能使学者还其天使如黑而迷，仰慕斗极，得之自然尽不可传，口传首辅，则爱于有，留一空堂，得者天授。Page 364.2 佛依名定引无忌为僧林转曹丕第二碑，且思所以便六祖至一不传之旨，作佛依名曰佛言不行，佛依乃征忽近贵远，不经常情，弥父之生土无一理，梦变之后屡存千似，唯其有良如象之狂，达摩就是来为一王，一言不全，因物乃迁，如之符节情乎复观，名不知观，望车而为俗不知佛，得一为鬼，坏色之一道不在此，由之请道，所以为宝。六祖谓章，其出也为既寒狼荒，
景俗痴痴，不有性气，众生何归？是开遍门，非止传一，出必有中，传且无已，务必归境一壶酒是。先中之中，用乃不穷。我道不求一于何有，其用以纯，孰非土狗？师入塔后，至开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闻塔中如拽天所生，众僧惊起，见一教子从塔中走出，寻见师景有伤，据一贼是闻于周县，县令杨侃刺史柳无品，得别切家擒捉，五日于石角村捕得贼人，送少州局问，云姓张名静满，汝州梁县人，于洪州开元寺受新罗僧经大悲前二十天，令取六祖大师手归海东供养。刘守文状未及家行，乃公至曹溪，问师上足令操曰如何处断，操曰若以佛法论，理须诸疑，但以佛教慈悲冤亲平等，况以求与供养，最可恕矣。刘守家叹曰使之佛门广大，遂设之。上元元年，肃宗遣使就请师依归内供养，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拜宗孟六祖大师请依，七日赐使杨坚云镇孟载能禅师请传依袈裟归曹溪，今遣镇 Page.364.3 国大将军刘崇景迎难而送，朕为之国宝，卿可于本寺如法安置，专令僧众卿承宗旨者严加守护，勿令一坠，后或为人偷窃，皆不远而破，如是者数次。宪宗是大殿禅师，塔曰圆和灵照，其余是基系在堂上书王维刺史柳宗元刺史刘与其等碑，守塔沙门令操路，把六祖大师凭其所说之法，皆大圣圆顿之旨，不慕之曰经，其言禁止远，此坦意明，宋者各有所获，明教松公常赞云，天机利者得其深，天机钝者得其浅，成灾言也。于初入道，有感于思，续见三本不同，普有得失，其百亿已漫灭，应据其本效仇，俄者正之，略者强之。复增入弟子请一机缘，数己学者得进曹溪之旨，按察使云公从龙，深造此道，一日过山访堵于所边，未得盘经之道全，才然命公天子专为流通，使曹溪一派不至断绝。或曰达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鲁祖六叶正传又安。
用使蚊子哉。鱼曰：此经非蚊子也，达摩单传之止之之也。南岳清源诸大老常因是指以名其心，复以之名马祖石头珠子之心。今之禅宗流布天下，皆本是指而今而后。起 page.365.1 无因是指而明心见性者也。问者为为在拜谢曰：语不敏，请定书于今末以找来者。至元今卯下，南海世宗宝拔附录中。